消防局咧同 G-Shock Crossover 嘅消防貓限量版咧，咁就係曾經一出嘅時候啊，就喺網上熱炒啦。咁啊，當然而家咧就已經冷卻咗好多啦。咁就啊，原來應該係消防處嘅150周年嘅，即係 limited 嚟嘅。咁亞式嘅錶殼啦，咁就一隻貓，咁就唔係話好有特色嘅。咁不過咧，真係我都係應用埋喺自己身上啦。咁起初咧，我啲朋友咧都即係有啲係消防局度做嘅，咁就問要唔要，我都話唔要嘅。咁啊，見到佢熱炒咧，哇！隻錶好似個個都有，你唔買翻隻咧，就好似蝕底咗咁。咁啊，依個狀況咧，其實咧，我覺得都幾似係啲撈嘅。如果你一直係好中意嘅買，正常。但係早幾年咧冇人買嘅時候咧，成間鋪頭嘅時候咧，大家都覺得啫，都係隻隻差唔多樣嘅。咁啊，發覺咧其實應即係總之行銷啊，總之個個都中意嘅時候要搶嘅時候咧，成隻錶咧都變曬神級。咁佢係咪有啲咩特色嘢咧？咁同一隻紅色嘅貓咧，我又覺得冇乜分別啦。咁就總之係香港嘅限量版，咁啊都有人去追捧一下。我就找了一隻回來，會不會戴呢都是未知之數啊。每次呢啲 G-Shock 都是這樣的，買的時候就很興奮，拿了的時候呢又不是有什麼特色啊，反而呢戴著隻全透明的那隻5600呢是我近來時常使用的手錶來的。多謝大家。